比个赞。春天是耕作的开始，为了鼓励长期支持与推展有机友善农业发展的农友，五峰乡公所12号举办表扬大会，与竹东镇公所农会等单位选出130位有功农民，其中五峰乡民陈贵胜种植果树近50年，获得县长奖肯定。我们农民也是很高兴，等于是鼓励农民做这些事情了。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产品能够通通销出去，一一的来为他们对农业的贡献跟农业的知识来为他们做一个表扬大会。透过表扬典礼活动举行，表达最高的致意，也借此机会向农友说明县府在农业福利政策推动现况以及行销推广的角色。农民他的保险的部分、自付的部分，我们县政府全部买单，还有农产品的保险，那这些部分的自付的金额也是我们来买单。我们也是从不会到会了，那有经过乡公所的一些辅导，经过学习之后才知道，种植的一些 paper。县府表示将持续改善农民生产环境，减少负担，增加收益，或借由农村再生社区计划，促进休闲产业发展，形塑属于在地农产业的独特魅力。原视新闻虎顺马杜新竹五峰采访报道。